由歌杜山音乐文创承办，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办的原民音乐人才培育课程，招募学员年满18岁有音乐梦想的在地青年，在11月4号起为期3个月，只要原住民朋友对音乐有梦想，都可以报名参加，给自己一个圆梦的机会。这次的课程内容包含编曲操作示范、词曲的创作、歌唱的教学、主语歌谣录音工程，还有音乐的交流，将邀请重量级的歌手、音乐人担任讲师。最早词曲创作，然后编曲、录音工程、音响工程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最完整的接触，所以我们都是先从基础的开始，基础的涉猎，然后让他知道整个音乐制作整个环节到上台演出，所以他整个流程熟悉之后，他可以多 run 几次就可以慢慢熟练，然后熟练之后就可以慢慢的进阶去提升他的一些细节。将带来共70个小时扎实的训练，带你完成音乐的梦想。有多位金牌的音乐讲师经验的传承，增进音乐制作和知识，让喜爱音乐创作的原住民青年充满着期待。啊，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来，可能带领他，或者是给他一个方向，说你可以去哪里做什么，怎么收集那些你想要做出来的东西，会。这是有帮助的，这样也欢迎年满16岁以上，对于创作音乐混音工程具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。具备原住民身份者优先录取，才免费报名。录取者只需缴交保证金1000元，结业之后能够退还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